我们接下来看卷舌长母音啊，在字母中有 ER 跟 IR 哈，它卷舌而且是长母音，所以这个音发 ER 的音哈，你可以看这边要卷舌哈，卷舌，所以发 ER 的音 ，ER 舌头要卷起来，所以 ER 卷舌。那我们看 HER 发 HER。Her， 这是女生的她哈。Her，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范例。第一个是 per son， son per son 是 person， person， 所以 er 这比较重一点哈音。等一下我们还会学短轻的短母音哈，那也是卷舌的。那这边是 er 是发重的 person。Person 就是人。第二个是 germ， G E R M， germ， 那 M 在尾巴发的音哈， germ， germ 细菌。再来第三个是 term， T E R M， term， 这 E R 也发 er 的音， term， 所以这是学期。再下来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叫 girl。G-I-R-L G-I-R-L Girl 女孩女孩哈 Girl 再来是 Bird Bird 鸟 B-I-R-D Bird 鸟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卷舌短母音的发音通常有 E-R 跟 U-R-E 所以有时候 E-R 是发长的有时候是发短的哈那我们这边的 ER 是发短的所以注意看这发二二二第一个字是 father father 你看所以这个音不像先前是二这是发二二也是卷舌注意这边也是卷舌哈所以 father father 父亲这是发二的音在考 KK 音标的时候注意到这种差别哈，是 father 父亲。好，再来看后面有 er 的，像通常会跟 the 啊 th 接在一起就发 mother mother 母亲 m o t h e r mother， 所以比较短。还有一个应该 ch 也是 teacher t e a c h e r teacher。Teacher， 它是短发音比较短促哈，但是卷舌 teacher，teacher， 再来是 paper，paper 纸 ，paper 纸啊 ，paper。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测量哈，你可以看这 s u r e， 这 s 发九的音哈 ，s u r e 发九。啊，所以 M E A S U R E 是测量 ，major major 测量，然后呢，接下来也是 T R E A S U R E S U R E 上面也是 S U R E， 通常都发 jure 的音哈 ，treasure treasure 啊 ，treasure 就是宝藏哈 ，treasure 宝藏的意思哈。T R E S U R E treasure。那我们来看双母音哈，通常在字母中 I 有时候会发双母音，就在什么结构下会发？这个我们叫发 I I I A I 发双母音哈，这 A I 发双母音 I， 所以看子音加 I 加子音后面再一个 E 的。母音哈，这 e 不发音，这个 i 发 i 的音哈，就是跟 i 发同样的音，所以这念 line line 线条哈，这 a i 就发 line line， 你们看到 line 哈，所以这是发 i 的音，双母音。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范例。第一个发 L I G H T
IGHT 这个 GH 通常不发音，这个 I 呢发 I 的音啊， IGH 的时候通常都 GH 不发音，我们这念 LIGHT 发音发 light light 光线哈，像再来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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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GH 不发音哈，发 night夜晚啊。再来看下面一个范例 I 加子音加 E， 这个 E 不发音，这个前面的 I 发什么 I 的音，就变 rise rise R-I-C-E rise me， 后面一样同样的道理， I 加子音 C 是子音哈，加 E， E 不发音，所以 mice mice 这是很多老鼠，这是老鼠的复数，就是 mice，一只老鼠我们叫 mouse， 很多只老鼠就是 mice M-I-C-E 哈，这是单数变复数，这很常也会遇到考试的时候常考哈，单数 mouse 的单数是 mouse， 复数就变成 mice， 不是加 s， 直接是变成字变的 mice。 好，接下来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母音加子音加 e 就是变成 nice N-I-C-E nice 好，非常好的 nice 啊，这是 I 的发音，双母音的第一个发音 I nice 啊。